Hello， 大家好。咁今场咧继续用鬼师啦，咁但系咧今次就有啲唔同啦。今次咧就用翻正常少少嘅乌泥炸弹流派啦吓。OK， 闪出去。系啦，因为咧冇人打嘢，咁所以咧我就要打嘢啦。好，同埋用啲劲少少嘅流派，睇下如何啦。用翻劲啲、正常啲嘅套路。OK。哇咩事啊？上面三个喎，下面得只小火龙阴功咯。OK， 照够啦。我哋打到四咧、五咧就落去帮小火龙啦。上面都唔使帮噶啦，我谂系啦。小火龙死紧啊，因为有玩过小火龙咧，又或者有观察过小火龙嘅技能咧，其实小火龙咧一个人啊，甚至两个人一齐行咧，其实都好容易爆嘅条线。系啦，而家小火龙拆怪拆得劲猛，依家先讲紧。第一隻差不多娃娃系嘛 ？OK， 咁我五咧就落去啦。啊，有人话下面啊，应该多人话原因系因为送咗啊，今日又送到啊，小火龙已经死咗啦喺度，闪一闪过嚟先，系啦。呢个帮一帮佢手啦，吓、啊，哇，食过啲野怪，同埋其实咁大胆想食嗰啲野怪，好啦。回卡俾手啊，做咩啊？真系大胆喎！我同我打，认真。虽然你有卡俾手啫，我真系大胆喎！咁嘅血量都唔走，黐线啊！好啦，突然之间咧就有一个嘅沙罗岛啊，阿拉鲁拉斯落咗嚟，但系都冇得搞住，暂时。咁呢度有得佢先啦，两个咁样相，一个喺前面行，一个喺后面偷喎，啊几醒目啊！但系一阵间就制裁你哋。好，我又打等先，应该仲有一波蜜蜂未到啊！我呢度救唔到，哇咁多人到齐嘅，呢个系普通赛事嚟嘅，一般赛事点解咁多人嚟晒下路打龟嘅？咁高端啊！而家啲场已经，哇系。咁呢度一夜炸过先啦，唔好多讲。哇，咁快消失咗啊！低能啊，唔紧要啊，啲小问题嚟啫。但系其实都几危险下，因为我哋有三只要进化嘅虫咯。我依家先见到我哋嘅队伍入面，我哋喺队伍入面有三只要进化嘅虫，都有啲危机吓。系我啦，拜拜，我走啦。OK， 偷得靓啊呢下，虽然就用咗闪啊，但系冇所谓啦。闪现嗰个时间都有啲短。做咩啊？你喺度？用翻正常流派，基本上秒住过啦。打呢啲一般场嘅话，吓、啊、排位就唔敢打啦。排位其实好危险，用紧鬼。老实讲，如果遇到啲人咧防晒紧鬼嘅话咧，好难搞。哇！俾人抢啦，睇嚟。真系俾人抢！好啦，冇得打喺度。打唔打赢？必打得赢。唉，算啦，争一下，头先佢回得切。走，正，哎，咁都偷唔到，黐线啊！乌泥炸弹明明到咗啦，我呢度食晒啲怪。喂，火龙系做紧啲咩？点解火龙突然之间喺下面喺入面嘅？唔系好明。下面呢度爆咗 ，OK？ 咦，卡比兽系咪想死？卡比兽有机会想死噶，系咪已经放弃咗人生？见佢企咗喺度啦，已经。睇佢系边先？拜拜。好啦，呢度上面咧就对峙紧啊嘛，咁我哋又上去偷啦。佢哋卡比兽打紧交嘅话，哇，放咗佢翻嚟 ，OK OK。杀！
nice， 入个40分俾我。啊 ，OK， 落去啦，落去啦，要打龟啦。咁醒目嘅，点解今场啲队友，啲队友系咁啱啊？定系真系咁醒嘅？点解定时定候就喺下面开团战吓？但系卡比兽同两只输出，一只输出，一只全能打，系咩一回事呢？好啦，呢度大概戳四下就唔可以再戳啦，跟住再抌过，再戳四下。OK， 咁啊搞掂 ，Go Go Go！ 咁呢个时候咧，其实都冇咩特别嘢做啦，都系咧可能打下呢一啲嘅野怪啦，就唔可以俾佢留喺呢一度嘅，尽可能就清下野怪啦。哇，呢度有，咦有大只牛，诶、欸、有落天河童，正落天河童。OK， 咁呢个时候咧，其实可以尝试一下入分啦，入到个零分，咁啊有埋大技就得，拜拜。咁呢个时候咧上路，咦打紧喎，冲过去啦。OK， 咁呢个时候咧就成功抢咗啦，咁啊打埋只喷火龙，咁啊收尾完结，我呢度上去。咁佢毒弹死埋 ，OK， 拜拜。咁呢个时候咧就有得卡比兽喺度守住先啦。好啦，等佢 miss 咗招魂之后，我哋就可以冲埋去。呢个时候咧就等电鬼入去啦。哇！大镬大镬大镬！哇！走啦喂！我唔可以死啊，大佬！我13你啊，唔死得唔死得唔死得住啊，唔死得住。咁啊，抢下野怪啦，因为抢野怪好重要嘅，令你嗰个大技咧可以施啲得更快。就周围望下边度有啦，嗱呢度有龙虾要打埋啦，因为即将要有雷鸟啊，有雷鸟嘅话咧就好危险啦。如果你冇大技，有大技始终你有得隐形啊，都系一个唔错嘅防御手段。OK， 呢个80啦，所以其实紧鬼真系好容易储嘅招大技，哇系。咁串嘴走入我野区攻击我的野区，喷火落去死啦 ！OK， 搞掂一隻先。哇，黐线嘅呢度竟然开大。OK， 虽然冇中毒，但系仲照打和不打。好呢度嚟啦，差唔多啦，准备一阵间即刻跳入去呢度。嘿哟，走啦，拜拜！啊，呢个时候基本上唔需要打。哎呀，同闪咗啲俾你啊，唔好意思啊，我仲谂住好型咁闪过，哎，呢下都闪唔到，问题不大，问题不大。咁呢度咧，对面咧就率先打咗雷鸟啦，因为就好惊青啦，系啦，因为哇，千祈唔好同我打，大佬，点解你咁都要出嚟，大佬，我唔想杀人。系啦，头先咧，对方咧好急咁开雷鸟啦，所以咧其实就俾我执到啦。因为其实老实讲，紧鬼要执雷鸟咧，其实都简单嘅，大家见到我咧抌个蛋入去，祸不单行入去，之后就开埋招，临尾招大，其实就已经执到噶啦。好，咁但系冇办法啦，始终对面咧系一个劣势嘅状况啦，就冇办法，系啦，冇办法。遇到我呢啲识玩嘅紧鬼咧，其实都好辛苦噶啦。同埋，其实我哋前期咧都挨得好辛苦嘅，只要挨过前期嘅话咧，执到第一只嘅蟹嘅话咧，其实就已经争好远。因为佢哋嗰三个咧，喷火龙同沙奈朵咧系一只超后期嘅角色啊，系啦。如果你唔俾到只龟个经验俾佢哋咧，佢哋系升唔到咧噶，系啦。亦有啲情況試過咧，人哋已經打到後期打緊雷鳥咧，沙奈朵都仲係可能用緊奇里魯安啊，定奇魯里安啊嚇，嗰、那個嘅中間階段仲未去到沙奈朵，咁呢個位置就比較尷尬啦啊！咁但係因為由於搶到龜嘅關係啦，佢哋成班咧即時已經即刻盡曬化啦，依家已經洗緊全啦，開心，但係我就唔洗全嘅，哇，834分。系啦，咁呢场就毫无疑系 MVP 啦，我又打怪又杀人，又跟住又攞分啊，又雷鸟，仲唔系我？哇，唔系我，有冇搞错啊？黐线啊！有乜可能沙奈朵啊，大佬？黐线，95分，
搞咩啊，大佬？我攞 MVP 先系噶嘛？点会系沙内朵啊？呢个有问题啊！发现呢个赛事，佢呢个评分都唔知点评嘅。